大概是会这样子，对不对 ？OK， 卡位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啊、哦，我们做，你看哦，我们假设我们要往后面转 ，OK， 所以脚底啊、哦、往这个方向拉，看见吗？第一个动作 ，OK， 拉的时候身体转，拉过来 ，OK， 这是第一个，来看哦。那我们要做两个动作，你看拉过来的时候，敌人会怎样？敌人会往哪边？我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敌人会往哪边？会往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会想要挡我的方向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时候拉过来的时候，这只是会一点拉过来，然后偏一点，了解吗？哦，来，我再做一次哦，来看这里，我做慢的哦，你看哦，这只脚拉的时候身体转，拉的时候身体转，然后另外一只脚呢？这里，来换另外一只脚 ，OK， 这只脚的时候，做这只脚的时候，脚往你的身体拉，你看哦，拉进来 ，OK， 你不要这样拉哦，你这样拉。第二个，然后第二个。